没办法也把晚餐也讨论一下。我会包饺子，还会做蛋糕跟饼干。OK， 但是你会做饺子的皮吗？我就是从和面开始啊。哦，山东人。我会做那个三杯鸡。我也会啊。你们现在是怎样？要我又说，哎，你厉害啊！不不不，你厉害啊！不不不，你厉害。他讲一道，你要讲一道。我会做 spaghetti 啊。哎，他厉害哦。还有那个香菇蒸饭。逼什么都要逼。我会做糖醋里脊跟咖喱，咖喱我也会。可我做的咖喱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也是。你敢公挑战咖喱 ？Why not？ 你明明就吃过我煮的咖喱，你还敢 ？OK， 我承认你的咖喱很好吃，但是我的咖喱也很好吃，而且我中间有加一些真的很 secret 的东西，比如说小飞的头发，是脚趾甲。哦，这边好好吃哦，这样吃好不好？真的好好吃哦。这里面加了什么？脚趾甲。难怪我捏吃的时候就觉得什么，这嚼劲真是没试过，又脆又 Q。